我们只能等孩子一出生，我们就先苦。可是千月，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确定不告诉他？他不需要知道，但凡他知道一点点，英谷就不可能会成功。千月，你怎么？英谷是什么意思？ 英谷其实是不跟我的孩子有关？千月，你听我解释。其实，渊婆婆，千月，渊婆婆，血亲英谷，将你身体里的蛊虫引到孩子的身上，你便可彻底恢复常人。 我不需要你用我的孩子来救我，我不会做任何伤害孩子的事，我会尽我的全力保护这个孩子，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你相信我，你不要回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碰我的孩子。千月，这是唯一可以救你的方法。这天底下没有哪一个母亲愿意牺牲自己的孩子来救自己。 长风，我求你，别这么做。千月，你放心，你跟孩子都不会有事。你相信我。你不要靠近我，我不会再相信你，千月。 真的要这么做吗？